七岁那年，哥哥忙着追贫困生，导致我被拐走。等我好不容易回到家时，贫困生已然成了假千金。她一身昂贵的公主裙，捏着鼻子嫌弃地看着我。她身上那么臭，会不会有传染病啊？就这样，爸妈看我的眼神变了，哥哥更是满脸厌恶。你为什么要回来打扰我们的生活？这时我才知道，原来假千金同时还是我的嫂子。最终，我被假千金折磨而死，爸妈和哥哥熟视无睹。再次睁眼，我回到了五岁那年。 这一年，爸妈的竞争对手锁定了我哥，想要拐走他，以此威胁爸妈妥协。这一次，我选择性失明，废物哥哥还有偏心父母，一起去死吧！小丫头，你去告诉你爸妈，让他们放弃这次的项目，不然你哥哥就再也回不来了。戴着鸭舌帽、口罩的中年男人对我恶狠狠道，他的手里还紧紧地拽着我的哥哥。此时的哥哥还是个小朋友，不高不大，也不恶毒，看向我的眼神里没有狠厉，而是恐惧和哀求。绣着奥特曼的牛仔裤中间已经湿透了一片。 哥哥尿裤子了，我佯装惊恐之色，拼命地点着头，像极了小鸡啄米一样。绑架犯很满意，抱着哥哥扬长而去。黑色的本田，车牌号都不拦着，怎么做绑匪的？好香啊，这是什么吃的？我嗅了嗅鼻子，跟着香味就到了小超市门口。五彩缤纷的棉花糖，看着就很好吃。等我抱着棉花糖到家的时候，爸妈已经回到家了。看到只有我一个人，疑惑道：“你哥哥呢？”我小口舔着棉花糖，奶声奶气道：“不知道哦，棉花糖好吃，爸爸妈妈要不要吃？” 爸妈在屋里找了一会儿，又在小区里找了几圈，发现没有哥哥的身影，这下子急了起来，开始打电话报警。可是，在那个没有监控的时期，找到人贩子难上加难。警察疑惑道：“按道理不至于啊，你们这个小区治安都很好，怎么会有人贩子来这里呢？”我也问了保安，并没有发现可疑人进出。妈妈瘫坐在地上痛哭，爸爸也是扯着自己的头发，伤心欲绝。我坐在花坛上，小腿摇晃着，大大的眼睛一眨不眨地看着他们。 他们看着好伤心，好难过啊！那为什么前世看着我死在他们面前的时候，他们却波澜不惊呢？嗯，哥哥的命是命，我的命不是命。既然如此，那大家就都别活了。当天哥哥的寻人启事就贴满了大街小巷，也上了电视，赏金三万块。在这个年代，三万块钱很值钱的。之前我还在想，绑架哥哥的人会不会主动跳出来？但是寻人启事一出，我就知道哥哥不可能回来了，因为绝无撕了的可能性了。 每天都有无数大大小小的案子发生，哥哥的案子就暂时搁置了下来。前世因为我记得车牌号码，所以警方轻易找到了哥哥。哥哥对我的报答就是七岁的时候让我被拐走，毕竟是亲兄妹嘛，骨子里的血缘都是一样的，礼尚往来不过分吧？我渐渐的展露出的聪明和才华，时不时说一些赚钱的项目，让他们渐渐的从狮子之痛中走了出来。爸爸高兴地揉着我的头，宁宁真是我们的福星，让爸妈赚了很多钱。 我咯咯的娇笑了起来。我在电视里面看到有钱人住的房子都好大，前面还有游泳池，好气派的。爸妈，我们也换个大房子吧，旁边住也都是有钱人，说不定到时候能交流一下，赚更多钱呢。我听别人说圈子是最重要的。爸妈被我说的心动了，相互看了一眼。如今家里赚的钱也足够买一套别墅了，但是他们心里还是惦着哥哥，万一他找回来了呢？所以我要断了他们的想法，也彻底把哥哥的痕迹从他们生活中消除掉。爸爸果断点头道。 好，我们听明白明白的，圈子是最重要的。翌日，爸妈就去看房子了，最后花巨资在市中心买了一套别墅，周围住的都是非富即贵的大人物。我长得可爱，嘴巴又乖，捧着妈妈亲手做的饼干去拜访了周围的几家住户，很快就和他们熟络了起来。爸爸妈妈也因此拿到了不少项目，虽然价格报得低不赚钱，但是关系是攀上了。我也趁机开口道：“爸妈，平时你们工作忙，我一个人在家冷冷清清的，要不领养一个哥哥吧，让他陪我玩？为什么要哥哥呢？” 那当然是要彻底取代哥哥在爸妈心目中的地位，避免到时候他一回来，重男轻女的爸妈立刻就把所有功劳都给他了，白给哥哥做嫁衣，这种事情想都别想。如今爸妈对我是百依百顺，自然是不会拒绝了。父母不能自己选，所以再废物也没办法。但是这个哥哥可以自己选，那自然是要选个称心如意的。我有厌蠢症，所以脑子不好使得不行，长得丑的也不行，那会影响食欲。最重要的是性格好，心地要善良，白眼狼的哥哥不想要第二个了。 跑遍了市里的福利院，我总算找到了一个各方面都符合要求的，特别是眼底那一抹凶狠劲儿，更让我满意。前世人和鬼都见得多了，他这样长大后很难驾驭，但是年纪小的时候养成系很有成就感。我哥哥走丢了，你可以当我哥哥吗？我从口袋里掏出了大白兔奶糖，放到他修长的手上，声音软软糯糯道：“我有很多玩具和零食，都可以和哥哥分一半的。哥哥愿意跟我回家吗？没有哪个小男生会拒绝我这么可爱的小朋友，他也不例外。” 他小心翼翼地接过我手里的糖，却没有触碰到我的手，似乎是怕弄脏我的手。我却主动牵住了他的手，开心地和爸妈炫耀：“爸爸妈妈，我喜欢这个哥哥。”爸妈对于他的长相也很满意，又问了几个问题，发现他乖乖巧巧的，而且也很懂礼貌，便就同意了。我给他取了个新名字，叫陆星辰，因为他的眼睛像星辰一样漂亮。他住在我房间的对面，房间布局和我的一样。之前爸妈是想给哥哥留着的，现在被他住着了。 吃饭的时候，他也坐在爸爸的下位，那曾经也是哥哥坐的地方。渐渐的，他真的代替了哥哥的地位，爸妈做什么也都习惯性的带着他一起了，哪怕是私底下谈话，也都是咱们儿子。哥哥最开始的时候有些怯弱，在我的带领下变得外向和自信了起来。不过可能是第一次在他面前可爱软弱的模样，让他印象太深刻了，导致了他真的把我当妹妹保护着，每天晚上给我讲童话故事，哄着我睡着，会把我不喜欢吃的食物夹到他盘子里吃掉。 甚至在我不小心磕到桌子的时候，他会恨不得替我挨了那份疼。转眼间便上了高中，被爱包裹着的陆星辰也开始散发光芒了。一踏进学校就引起了骚动。他虽然比我大，却和我同班，是爸妈的意思，也是他的意思，这样能更好的保护我。与此同时，老熟人顾佳佳也出现了，也就是前世亲手折磨死我的罪魁祸首贾千金。她长得柔柔弱弱的，一颦一笑都带着我见犹怜的气质，特别是一双水汪汪的眼睛，让人很难不心生怜悯。 星辰，你看看三点钟的方向，那女生好看吗？陆星辰顺着我的视线看了过去，就看到穿着白色连衣裙、黑长直的顾佳佳。他不明所以，认真道：“不知道，或许是男生喜欢的类型吧。”何止是男生喜欢的类型啊，还是哥哥喜欢的欲生欲死的类型。为了他，眼睁睁的看着亲妹妹痛苦挣扎，求生不能，求死不得。我舔了舔嘴唇，问：“你喜欢这种类型吗？”他眼底闪过一抹厌恶，面上却是斯斯文文的：“我不喜欢。”我嗤笑了声：“那你喜欢什么样的？” 他低头看向我，挑眉道：“我喜欢骄纵任性、霸道不讲道理的。”我，顾佳佳和我是同班，她不是考上来的，而是特招生，也就是贫困生。每年贵族学校都会招收几个贫困生，以彰显学校不分学生家世的优良传统。实际上，这种贫困生来这里都是被欺负的，毕竟能来这里读书的不是继承人就是富二代。前世因为有哥哥对他的保驾护航，所以他在这里是耀武扬威的存在。不过这一次哥哥可不在了，我看他怎么蹦跶。 第一节课都是自我介绍，大家轮流站上讲台，都是大大方方不怯场，都是见过大场面的，自然是不惧。轮到顾佳佳的时候，她羞红着小脸，扭扭捏捏，不好意思上台。我我不好意思。老师笑着道：“没事儿，大家都是第一次见面，别紧张。同学们给个热烈的掌声。”同学们纷纷鼓掌。陆星辰见我没动作，便也跟着没有拍手。可是鼓掌都三轮过了，大家也都有些不耐烦了。 顾佳佳还没有上台，咬着嘴唇，脸涨得更红了，眼泪也在眼眶里滑落。真是个上不了台面的东西。经过这件事情后，大家自然的远离了顾佳佳，觉得很倒胃口，动不动就哭哭啼啼的，不知道的人还以为别人欺负她了呢，真恶心。可不是，就是因为她耽误了时间，害得下课都没有时间去厕所了，烦死了。待会儿分座位的时候，可千万不要把和她分在一起，这么晦气，会影响我的磁场。 大家声音并没有压着，顾佳佳听得清清楚楚，便跑着去办公室和老师告状了。这种行为在普通的学校还好，在贵族学校那无疑就是找死。顾佳佳同学因为情况特殊，大家对她多包容包容。班上有没有同学愿意和顾佳佳同学一起坐的？她胆子小，有同学照顾的话，很快就能熟悉学校的环境了。等了半天没有等到同学举手，反倒等到了一片讥笑声。老师轻咳了声：“顾佳佳同学，你想和谁一起坐？” 这时，顾佳佳倒是不扭捏了，只着陆星辰道：“我想和星辰哥哥一起做。”这声“星辰哥哥”叫得十分娇羞，不知道的人还以为他们很熟。男生们想起了揶揄声，女生则是全都鄙夷的不行。老师颔首：“那行，陆星辰同学，你以后就和顾佳佳一起做，好好照顾她。”陆星辰直接拒绝：“抱歉，老师，我对眼泪过敏。”教室里安静了几秒，顿时就发出了哄笑声。我也勾了勾唇，他说话是有些毒舌的。 老师眉头微蹙，知道这是借口，但是他名义上是陆氏集团的继承人，他也不敢得罪，于是只得找了个看着比较好相处的女生一起坐了。下课了，顾佳佳来找陆星辰了，她可怜巴巴道：“星辰哥哥，刚刚我不是故意让你为难的，我只是觉得你长得很亲切，好像以前在哪里见过一样。难怪前是我哥能被他吃得死死的，他手段确实可以。在台上时坚定不移的选择，满足了男生的虚荣心，要是不吃这一套，那私底下放低姿态，打感情牌。” 要是普通的男生，估计也就这么拿下了。可是陆星辰油盐不进，你是鸽子吗？一口一个哥哥，顾佳佳眼眶又泛红了，咬着嘴唇，星辰哥哥，你是不是对我有什么误解？还是听到谁说我坏话了？我从小家里条件就不好，大家都看不起我，我只是想要交个朋友，不想那么孤孤单单的。陆星辰嗤笑了声，那你应该去找女生当朋友啊。顾佳佳脱口而出，女生都很麻烦，我更喜欢和男生一起玩，没有心机，相处起来也愉快。 教室里瞬间响起了女生异口同声的嘘声。这白莲花还是个绿茶婊属性，都是前年的狐狸玩什么聊斋？陆星辰勾唇冷笑了声，我并不觉得女生都是你口中的那样。当初除了你以外，顾佳佳就算脸皮再厚，这下子也待不下去了，涨红着脸回到了自己的座位，趴着就哭了起来。不过没有人去安慰她，全部都在嘲笑。真是癞蛤蟆想吃天鹅肉，没看到他都拒绝的这么明显了，还这么上赶着找羞辱，谁说不是呢？ 陆氏集团继承人也是他能肖想的，还说女生心机深，我看就他的最深。陆星辰看着表面温文尔雅的，没有想到居然还是个鉴表达人。我撑着下巴欣赏完这场好戏后，笑着问星辰，还是第一次看到你嘴巴这么毒。他帮我拧开保温杯，示意我喝水。你不喜欢的人，我也不喜欢。我小口的喝着水，轻笑道，骗人，你明明自己不喜欢他的。他挑眉，有些惊讶道，被你发现了？我眨眨眼道，你为什么不喜欢他？ 他认真思忖了片刻，他眼睛里写满了算计和贪婪。果然，自己挑选的哥哥比没得选的哥哥聪明太多了。顾佳佳开始被孤立排挤了起来，没有人再和他说话。就算他主动搭讪，也没有人搭理他，还阴阳怪气道：“我是女孩子，心机很深的，你找男生吧。”男生则是嗤笑道：“我们比不上陆氏集团的继承人，你去找他吧。”按道理来说，一般这样了就不闹腾了，老老实实上课，过段时间大家也就原谅他了。 可他脑回路不一般，在篮球比赛的时候，又主动去给陆星辰送水。星辰哥哥，你篮球打得真好，全校的同学都看着，旁边还有别班的男生在旁边笑着起哄。这似乎是想要道德绑架陆星辰，又或者是想让所有人都同情他。毕竟很多别班的同学不知道内情。陆星辰冷笑了声，打得再好也不是给你看的，少看几眼。走了几步，又折回去补充道：“不知道你有几个好哥哥，反正我不是你哥哥，别再乱叫了，谢谢。” 说完，直径朝我走来，发现我正懒洋洋的边上看着热闹，一把就抢走了我喝了一半的水喝。喝完后，把空瓶子递给我，看他还是看我呢。我接过矿泉水瓶，笑着调侃道：“你怎么就能一直不上他的钩呢？”陆星辰嗤笑了声：“你是不是觉得天下男人都是傻子啊？他这么明显，肯定是有所图谋的，谁会上钩啊？上钩的人很多，比如前世的哥哥，还有爸爸妈妈，他们阅人无数，怎么可能真的看不出来他这么明显的小伎俩呢？原因只有一个，他们觉得他比我更重要。” 篮球比赛后，陆星辰有了个后援团，全部都是他的小迷妹。在洗手间碰到时候，我佯装无意道：“我们班的那个女生天天缠着我哥，他都烦死了。怎么会有女生脸皮这么厚呢？怎么拒绝都没有用，都严重影响到我哥的学习了。要是有人能阻止他就好了。”哎，当天下午，顾佳佳就浑身湿漉漉的从厕所里出来了。她也知道惹众怒了，也不敢告诉老师。我很讨厌校园欺凌行为，也解救过别的女生。 但是唯独在看到顾佳佳被欺凌的时候，心里会产生一种十分愉快的感觉。被针对半个月后，顾佳佳终于认怂了，再也不敢缠着陆星辰了。但陆星辰开始时不时和顾佳佳产生交集，让别人继续误会，然后大家继续的欺负着顾佳佳。最终他主动和老师申请了转班，换到了年级吊车尾班级，这场风波才平息。吊车尾班级有个纨绔的富二代，长得帅，但是玩得很花。看到顾佳佳进入洗手间后，我也和班上的女生慢悠悠的走了进去。 秦野长得挺帅的，你去帮我问问有没有女朋友。哇哦，我们陆大小姐也动凡心了。不过他长得真的很帅，家里也有钱，他应该很难搞定吧？看着好野，但我就喜欢那种感觉。对对对，我也很喜欢他，我觉得他比你哥还带劲。很快，顾佳佳就和秦野谈恋爱了，他还经常带着他在我面前秀恩爱，每次我都转身离开，避免没忍住笑出来，但他却以为是我难过伤心，便更得意了起来。 很快，顾佳佳和秦野的艳照就在男生圈里小范围的传播了起来。秦野家本来就是娱乐场所起家的，所以他耳濡目染，玩的有些大尺度，经常多人行，而且年纪大小的都来者不拒，主打一个刺激。正在我欣赏照片的时候，陆星辰出现在了我背后，还把手机抢了过去，瞥了一眼，耳朵就通红。你怎么看这些东西？我轻笑道，你也想看？那我们一起看。陆星辰在看到主人公后，默默地把手机还给了我。 转眼间，顾佳佳也已经为了秦爷打了六次胎了。之前白莲花楚楚可怜的模样也消失不见了，取而代之的是抽烟、纹身，裙子也改到了大腿根，妥妥的小太妹。而我和陆星辰的学习也越来越好了，年级第一二名，老师同学们眼中的天之骄子。每年我都会举办生日宴，把班上的同学都邀请过来，加深同学之间的感情，也是父辈们认识合作的好时机。在学校里，不少人都以参加我的生日宴为荣。这次是我的成人礼，特别隆重，圈内都有几位大佬来参加了。 我给爸妈准备了一份大礼，爸妈，我找你们找的好苦啊！就在爸妈和大佬推杯换盏的时候，门突然被打开，一声凄厉又悲惨的男声响起：“我终于回家了。”说完，他就坐在地上失声痛哭。光头，浑身褴褛，脸上还有一道凶狠的疤，看着就不像好人。特别是此时他身上还散发着一股臭味，大家默默的后退了几步，悠扬的钢琴曲也停了下来。妈妈疑惑道：“你是？”哥哥立刻激动的抬头，眼泪鼻涕一起流，狼狈又恶心。爸妈，我是陆成景啊！ 你们的儿子忘记了吗？说着就想上来抱着妈妈，妈妈也本能后退了几步，因为太臭了，赶忙捂住了鼻子。我一脸嫌弃道：“你身上怎么那么臭啊？会不会有什么传染病啊？”当初顾佳佳说的话，我一字不落的还给他。哥哥看到我后，双目猩红，上前就要打我。陆一宁，要不是你，我也不会变成现在这个模样。陆星辰立刻挡在了我的面前，神色冰冷道：“不许欺负我妹妹。”我探出头，天真无邪道：“哥哥，你离他远一点。” 他好像劳改犯呀，不会才从监狱里出来的吧？大家又默默地后退了几步。哥哥彻底发狂了，开始掀桌子了，愤怒大吼道：“我才走了多久，你们就找人替代了我！你们太过分了，我恨你们！”保安及时赶到，控制住了哥哥。但是这场宴会却也被迫打断了。他们走的时候都神色各异。今天晚上发生的事情，明天早上就会在圈子里传遍。本来爸妈和大佬谈的生意也无疾而终了。爸爸气得不行，人 two 一走就开始大发雷霆。 他什么时候回来不行，非得现在回来，把我们的脸都丢干净了。妈妈揉了揉太阳穴，似乎刚刚被熏得头疼。这孩子确实回来的不是时候。洗完澡下楼的哥哥听到这话，气得脸红脖子粗。我是你们的亲儿子啊，你们一点都不关心我怎么回来的，这些年过得好不好？我做梦都想着回家后一家团圆的样子，你们怎么能这么对我？一米八的大汉坐在地上大哭，这是得受了多大的委屈呀、啊！ 可惜，因为他刚刚太让爸妈丢人了，所以不但不心疼，还觉得上不了台面，丢人现眼。爸爸挥手，行了，一个大男人动不动哭哭啼啼的成什么样子？既然回家了，那就好好在家里待着，别出去闹腾了。哥哥用袖子擦着眼泪鼻涕，还在拉丝，指着陆星辰恶狠狠道：“把他赶走！我都回来了，这个替代品留在这里只会让我恶心。”我还没有来得及开口，爸妈就异口同声道：“不行！”哥哥气得双手紧紧地攥成了拳头，额头青筋暴起。 爸妈，我才是你们的亲生儿子。”妈妈安抚道，“知道，但是这些年星辰和我们相处得很好，大家也都很喜欢他。”爸爸也补充道，“你多和他学习学习。”听到话的哥哥彻底忍不住了，挥拳就想要揍陆星辰，他往边上轻轻一挪，完美的避开了。他脚往前一伸，绊倒了哥哥，但因为有沙发挡着，爸妈并没有看清楚这个小动作，只以为哥哥没站稳。哥哥摔得鼻血都流出来了，没有等到一句安慰，反倒等到了责骂。爸爸骂了句：“丢人的东西，你再闹我就把你赶出去。” 哥哥气得浑身发抖，但也不敢闹腾了，因为他发现这个家不再是他印象中的家了，爸妈也不再爱他了。晚上休息的时候，哥哥看着陆星辰的大房间，眼神恶毒道：“以后我睡这里，你去睡客房。”此时爸妈也不在，我也不装了，嘲讽道：“哥哥，你好像还没搞清楚你在家里的地位。在你被拐卖的这段时间里，星辰哥哥早就取代了你的位置，不仅仅是父母的爱，还有你的继承权。星辰哥哥帅气又优秀，不仅学习好。” 而且人缘也特别好，圈子里的小姐公子都喜欢主动找他玩，给公司带来了多少利益？你不会单纯的以为你的血缘能抵得上吧？以后对星辰哥哥客气一点哦，不然等爸妈老了，你就会被赶出去了，又要过上那种流离失所、乞讨的日子了。陆星辰安静的站在我的背后，虽然一言不发，但威慑力十足。哥哥很生气，开始无能狂怒，想摔东西，又收回了手，怕爸爸听到了，真把他赶出去，后槽牙都要咬碎了。行，你们两个给我等着。 陆星辰送我回到房间后，便问我：“你很讨厌你哥？”我颔首：“对呀、啊，我想弄死他。”陆星辰神色复杂的看着我，却也没有劝慰我。我舔了舔嘴唇：“星辰，你说顾佳佳和我哥是不是天造地设的一对？”陆星辰想了想，点头道：“绝配。”我勾了勾唇：“不愧是我选的哥哥，从来不质疑我的任何决定。”天凉了，秦氏集团苟延残喘的日子也至于到头了，宣布破产了，自然是没有钱再和顾佳佳一起玩了。之前秦也在的时候，顾佳佳特别嚣张。 欺负了不少同学，如今他没有了保护伞，大家便又欺负他了起来。我安排了人把他围在巷子里殴打，然后我又来了个英雄救美，然后理所当然的邀请他去家里做客。顾佳佳此时急需救命的稻草，自然是不会拒绝我的，言语间还各种讨好。我笑得温柔，以前的事情都过去了，以后我们当好朋友吧。顾佳佳急忙点头，生怕我后悔。我给她拿了一套短裙，让她去哥哥的房间洗澡。 因为哥哥才搬来，所以房间很空，和客房没有区别。在花园里打游戏打累了的哥哥，也恰好回到了房间。过了五分钟，里面还很安静。我摊开了手，星辰，你输了。陆星辰把这个月的零花钱都放到了我手上。你比我更懂人性。我莞尔一笑，论人性，你比我懂；论畜生的心性，我比你懂。当天晚上，顾佳佳就留在这里吃饭。她又恢复了，成了最开始白莲花的模样，乖巧又温柔。 再加上我帮他镀金，佳佳虽然家世不好，但是他读书特别努力，也特别用功，不和命运屈服的。他脾气性格也特别好，我们都很喜欢和他在一起玩，追他的男生也很多呢。可是他眼光很高，一般男生都看不上。这时，陆星辰也主动给他加了一块排骨，还温柔地道：“你不能吃辣的，这个不辣。”顾佳佳受宠若惊，哥哥眼里写满了势在必得。而我抿了抿唇，艰难的把嘴角的笑容咽了下。 很快，哥哥就和顾佳佳谈起了恋爱。本来爸妈还有些意见的，觉得顾佳佳家世太单薄，配不上哥哥。但是哥哥坚持啊，觉得真心相爱最重要。说这话的时候，还挑衅的看了一眼陆星辰。他低着头，面露悲伤之色。于是哥哥便更坚定了起来，至死不渝。最终，爸妈还是点头同意了。打了六次胎的顾佳佳是个易怀体质，很快又怀孕了。爸爸特别高兴，好，不愧是我儿子，我们老陆家有后了。要是生了个儿子，我给顾佳佳奖励一百万。 顾佳佳瞬间眼睛就亮了，谢谢叔叔。妈妈温柔地看着她的肚子，眼里也写满了高兴。我趁机道：“既然佳佳也怀孕了，要不举办个隆重的婚礼吧？也正好把哥哥介绍给大家认识。”他们自然是欣然同意，直接把婚事定到了月底。晚上路过书房的时候，我听到爸妈的窃窃私语。 乘警这些年在外头废了，没办法继承家业。一名虽然优秀，但是毕竟是个女孩子，公司也没有办法交到她手里。如果这个孩子是个男孩，那以后公司就由他继承；如果这个不是男孩，那就一直生到男孩为止。虽说公司能有现在的规模，多亏了一名，但谁叫她不是男孩子，这就是命啊！我勾了勾唇，果然和前世一样，还是如此的重男轻女啊。那我再给他们送一份大礼。哥哥和顾佳佳的婚礼虽然有些仓促，但所用的物品无不精致奢华，我赞叹道。 星辰，这婚礼还真是漂亮。陆星辰看着我手上把玩着的 U 盘，轻笑。那你还准备毁掉？我对上正挑衅和我举杯的哥哥，也端起了手上的饮料，和他摇摇一碰，小口抿了一下，笑得意味深长道：“不然他们不长记性啊。”婚礼进行曲缓缓响起，哥哥和顾佳佳携手而来，勉强算得上俊男靓女了。爸爸和妈妈都分别上台发言了，请人写的稿子，情真意切，爸妈眼眶都泛红了。陆星辰给我包了一颗大白兔奶糖，我轻笑了声，干嘛？ 我又不是小孩子了，他把糖塞到了我嘴边，甜的。我恶趣味的伸舌头舔了一下，眨眨眼，果然是甜的。他伸手捏住了我的腮帮子，然后直接塞了进去。我揉了揉还有些发疼的腮帮子，转身就去了后台。哎，小狼狗就是小狼狗，永远都变不成小奶狗。进入后台后，我直接开口：“你去吃酒席吧，剩下我来就行了。”工作人员高兴道：“好的。”就在哥哥和顾佳佳交换完戒指的低头亲吻的时候，背后电子屏恩爱的视频换成了顾佳佳和秦野的视频。 台下瞬间响起了惊呼声，哥哥和顾佳佳以为大家是在祝贺，更带劲了。大家高声喊着：“看后面，看后面！”接吻完的两人笑吟吟地看向背后，本以为是爸妈给他们准备的惊喜。前一秒，顾佳佳还觉得他此时是人生巅峰了，下一秒浑身发凉，如坠冰窟。哥哥脸上的笑容瞬间凝结，面容狰狞道：“好，你原来一直在骗我。”顾佳佳脸色惨白，颤颤巍巍地道：“你听我解释。” 哥哥一拳狠狠地砸到了顾佳佳的脸上，又朝着她的肚子踹过去。快说，你肚子里的野种是谁的？顾佳佳雪白的裙子瞬间被鲜血染红，疼得浑身抽搐，根本发不出声音来。可是哥哥此时已经被愤怒冲昏了头，对着她疯狂地拳打脚踢。台下有人想上去拉架，但是哥哥此时和疯子一样。爸妈从洗手间出来，看到这一幕，赶忙上台去劝架，可是反被哥哥推开了。 妈妈脑袋撞到了柱子，鲜血直接涌了出来，然后吓晕了过去。而爸爸也被哥哥打了一拳，门牙都打掉了。四个保安都没有止住发狂了的哥哥，最后还是警察来了才止住了。哥哥被带去了警察局，爸爸妈妈还有顾佳佳去了医院。顾佳佳孩子流产了，脊椎断裂，肋骨断了八根，抢救了七个小时。人虽然抢救回来了，但终生都需要躺在床上。为了排便方便，所以不能穿裤子，毫无尊严的活着。妈妈轻微脑震荡，问题不大。爸爸镶嵌了两个烤瓷牙。 哥哥被查出来受了强烈的刺激后才发狂的，但殴打致人重伤是不争的事实，被判刑了八年。本以为爸妈会找最好的律师让哥哥少坐两年牢，但爸妈就当没有了这个儿子。哦，原来是伤到了他们才知道疼啊！高考完了，我拿了理科状元，陆星辰比我少一分，我开心的咧出了大白牙。他倒也不懊恼，上次哥哥婚礼上爸妈有多丢人现眼，如今在我的升学宴上就笑得有多么高兴。他们终于想明白了，只有我才是他们唯一的骄傲。 毕业后，我继承了爸妈的公司，本来是想着打包成废品卖了，毁了爸妈的心血。但钱太多了，我还是没舍得，乖乖的当着总裁，不要太惬意了。陆星辰当了教授，因为高考完同学聚会玩真心话大冒险的时候，他们问我喜欢什么类型的，我嘴欠说了句我喜欢斯文败类的教授那种。同学们响起了尖叫声。陆星辰从此就戴上了金丝框眼镜，白衬衣是标配。莫名其妙，顾佳家疯了，我安排的，然后把她送进了精神病院。 哥哥在监狱里日子很不好过，我找了几个大汉，天天轮番伺候他，他最后吞着牙刷自杀了。据说他死得很痛苦，嘴里还念叨着我的名字，说着什么重生之类奇奇怪怪,怪的话。我一直在想怎么安排爸妈能不脏了手，又能让他们痛苦的。可是最后他们先我一步，开车出去的时候被大卡车撞到了，都是重伤。我安慰了大卡车司机，知道你不是故意的，你也不容易，车子没有买保险是吧？那算了，不用赔偿，我再给你修车。 大家都称我为最有良心的商人，我转身就和医生说，把我爸妈能用的气管都捐献了吧，遗体也捐献了。本来还想说能抢救的，医生话都到嘴边又咽了下去。好的，谢谢，真的非常感谢，我替那些得到救助的病人表示郑重的感谢。我笑着接受着所有的赞美和荣誉，这都是我应得的。踏出了医院，就看到陆星辰开着新买的跑车朝我挥手。今天天气可真好啊！全文完。